最近呢半个月嚟，佢嘅病、佢嘅痛，大家都感同身受。呢半个月嚟，大家见到嘅佢系挣扎，但系挣扎无力。佢期盼，佢盼望，但系期盼无望。大家唯有等待奇迹，但系佢仍然无法系离开嗰个邪恶嘅政府。刘伯山的离去，我们虽然不忍心，大家虽然不舍得，但是我们多数已经有了个心理准备。今天虽然现在是天晴，但今天的上午大温是落着少少的毛雨，好像为刘伯山先生的远行洒下热泪。今晚我们来到这里，有我们很微弱的烛光，为同埋全世界共同嘅悼念，组成一条烛光嘅河，为刘晓波先生送行。刘晓波先生，请一路好走。是谁说的？是刘晓波说的。刘晓波在什么时候说的？在他对他进行法庭审判的最后陈述时候说的。他说了这句话，意思说我没有敌人，甚至中共也不是他的敌人。他抱着这样子的一种心情，抱着一种爱的心情去爱大家，他没有敌人。这仅仅是他的一厢情愿而已。那么中共始终把他当成敌人看待。